好，今天还有另外一场健走活动，是为了要宣导乳癌防治。乳癌的患者呢逐年增加，已经高居了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也成为女性朋友的国民疾病。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台北市长郝龙斌今天一大早就为了宣导乳癌防治参加健走，而艺人小贤也特别将时下流行的可爱颂改编成护乳颂，而让护乳口诀可以边跳边记，非常实用。枪声一响，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台北市长郝龙斌共同出席健走活动，提醒全国女性同胞要注意乳癌防治。没有母乳抚育过的，危险期都是高危险区。另外，出经早、停经晚，也就是你荷尔蒙分泌比较多的，这些也是高危险区。另外，长期使用荷尔蒙补充剂，这些都是。抬头挺胸，缩小腹，叫做三。王金平和郝龙斌一身轻便服装，出发前和现场民众一起动动手脚做热身操。但仔细看一看，王金平和郝龙斌可能平常政务太过繁忙，缺乏运动，跳起热身操来有点不太协调，甚至还同手同脚。而刚晋升为人妻的艺人小贤也来共襄盛举，分享朋友的护乳经验。大家要真的要护乳，一定要保护我们女生最珍贵的乳房还有健康。加二常把好心情，三加三记得自我检查 ，OK 啦 ，OK 啦。小贤还带领四位比基尼辣妹带来护乳颂，帮助女性朋友们记忆护乳的口诀，希望能够在母亲节以前传达乳癌防治的小技巧，把健康送给妈妈，当做最好的母亲节礼物。爱你，掌声。绿电TV 陈明彦、尹志刚台北报道。